掌声鼓励。哇，太有心了。这就是你刚刚送出的那个菊玛丽。菊玛丽本人已经在现场了。你刚刚说话胸部大嘛？啊，我是不好意思问啊，你能够稍微问他一下说，哎，画质有卡，我都长出来了。H cup this。哦 ，H cup。哦，那他的外号一定是斑马哦 ，Zebra。哎呀，就是你问他什么动物的罩杯最大？斑马跟他讲是因为叫 Zebra。啊啊！就是这个。来来来，先拍照，先拍照，因为大家迫不及待要拍。来来来。来麦克风收一下，来来给我给我，啊好，啊这都不行，来把裤子点嘛，把裤子点嘛，菊玛丽，哦大家真的日文都进步了，某些关键时刻会激发潜能。这老婆回来的时候呢，跳墙就跳特别快，啊！遇到日本妹的时候呢，日文就突然突飞猛进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等一下还有很多拍照的时间。哎，切哥不得了，你这个功能这么厉害，那我说那不能哎。哎、欸，那我很想问一下，你要带手机来了哈、哦？哎、欸，你有你的菜，我也有我的菜啊，不能每次啊，对不对？都是从小到大，我喜欢你都跟我抢。你要什么菜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听说我这个功能，我是在做功课要来刁难你的，我就不相信我要你就走了出来，很难得哦。我跟你讲，我要一样跟他一样，他会唱歌 ，OK， 帮我输入唱歌，唱歌啊，也要跳舞，跳啊、哦！我要跟你刁难的是，这个人呢，因为身子骨要柔软。我要求他会一字马，一字马有这个人吗？来，我们就把他送出吧。真的假的？说送出就送出，人会来吗？真的来了啦！掌声鼓励。哎哎，一次来，哎，一次还不是来一个，一次来两个哦。哇塞，好，啊，会一字马的是谁？哦，啊，他是海光花啦。哎呦，哇，好厉害！来。你是海空花啊，阿伟唱歌跳舞。另外这位呢，叫做新川林岭花啊，他也是谢哥喜欢的类型啊，就大眼啊、清纯啊、啊萌系的这一种。所以呢，刚刚利用这个桥段呢，是让大家理解我们 APR 投票的这个功能啊，就是呢，你可以条件选择啊，条件选择以后呢，他会选出最优的啊，最优的一个人选出来啊，反正也没人来听我讲话，大家只想拍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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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安尼较实在啦，哎，讲多都是废话。